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这个急诊啊，我们看到病人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症状还有病史啊，两个加在一起，才进一步我们去安排做检查，有了诊断治疗。当然这一关下来的话，得到好好的一个治疗的机会，病人复原的机会就会非常大。所以病史跟症状这两个要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啊。比如说一个病人来到急诊，肚子痛。那肚子痛，我们要考虑的事情，一下想到都是肠子的问题啊，或者是腹腔里面，到底是出现什么问题？哎，突然间肚子痛，然后肚子又是下腹部比较痛，疼痛的时候，又是年轻的女生或者是三四十岁到这样的一个阶段的一个女生的时候，我们大概不能忘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这是什么？这是卵巢输卵管，所以输卵管在这边破掉了，这就是。怀孕的时候啊，我们正常应该要在子宫内膜这个地方着床的胚胎啊，它在这里这等于是这个跑错地方啊，结果在那个地方着床以后，它大一点的时候，它是受不了就破掉，所以破掉以后就会造成出血，造成肚子痛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一定要。问清楚，这有这个可能性没有？他有时候病人会跟你讲说没有不可能，但是这个相对还是要做检查，我们抽血验一下怀孕的这个情形的时候，大概这个诊断也会跟着肯定出来。所以讲怀孕呢，我们看到这个子宫的情形啊，也是让人家会感叹于这个非常奥妙的一个结构啊，子宫内膜、子宫肌膜、肌肉层，在它外面的地方啊。那个内膜的一个厚度到底多少？只有0.2到1公分啊！一个人类的未来掌握在0.2到1公分的一个地方啊，不到一公分的一个地方啊，而且每个月轮流在做更换的一个状况啊，肌肉层的厚度多少？也才1.5公分啊！没有怀孕，没有准备他要生产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它是这么小，需要的时候它才变大，所以这种合适的。生理的一个结构绝对不是只是在某一个时间点来做这样的一个设计而已，它设计的情形考虑到未来，但是呢也要让它这样最精简的一个状况，而不需要耗费很多的一个这个人力物力啊，也就是血液的一个滋养啊，或者是氧气的输送啊，它负担不很重，在平常需要的时候，它这个提供的补给啊就增加起来，所以这个智慧型的让我们身体的功能能去发挥啊，非常让人家敬佩啊。好，这个提到这个女生的这个子宫啊，结婚啊这个情形啊，给大家介绍一个20世纪初期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歌剧啊，这个歌剧叫做《风流寡妇》啊，《风流寡妇》啊，《风流寡妇》它是这个奥地利的一位作曲家叫弗兰兹这个莱哈尔。他所写的，所以显从这个名称中，大家可以知道，显然跟一个女生有关系。那这个女生又有点风流，其实也未必是大家想象那个风流，不是那个意思啊。她就是有她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经验啊，有不同的演员，这是20世纪初期啊，1907年演出，她是1905年首演，2007年她女主角是这个样子啊。这样的一个打扮穿着，很华丽的状况啊。那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形啊？这个话说他原来啊，跟一位伯爵叫丹尼洛伯爵啊，两个人啊，是蛮这个有那份的一个往来啊，情感他培养啊很不错。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也许是阶级的因素啊等等，在那个时代是可想而知的事情啊。就分开了。分开以后，他就嫁给这个女生汉娜她就嫁给一个银行家，阶级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对立啊。但是呢，那个银行家结婚的当天就去世了，所以就给这个汉娜留下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遗产呢、啊，所以她就非常有钱了、啊。那这个
丹尼诺伯爵啊，那个当时啊，背景啊，讲说是法国外交部长就去找他说，我们现在国家啊财政有点困难了，你能不能想办法再去跟这一位这个汉娜再结前缘的话，他的资金很多，可以帮助国家渡过难关呢、啊，所以他是肩负着这样任务啊，于是就跟汉娜来。这个接触啊，那个时候的一个歌曲啊，唱出来的是这样子，他们见面以后，这个丹尼诺伯爵唱的。歌剧里面常常听到的都是男高音是主角，这是男中音的、啊，男中音是主角。那么唱出来的一个声音的浑厚啊，以及它代表的那份深情啊，你还是可以读得到。他唱的这首歌叫做《紧闭的双唇》，紧闭的双唇。明明你在唱歌，什么紧闭的双唇？他告诉他说：“我的心随着这个华尔兹的音乐在舞动着。”我的心啊，看到你是这样的雀跃，我虽然我的嘴巴是紧闭着，但是我相信我没有说出来，你也读得懂我这份情啊！哇，男生讲这些话，也是蛮深情的感觉，当然就感动了，这个风流寡妇啊，那位寡妇汉娜啊，后来就解决了国家的财政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啊，其实不是，还是那份真情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音乐、啊，它的序曲。不能不佩服作曲家，你看序曲中就把那个罗曼蒂克爱情的氛围啊，用这样的一个音乐啊，让大家可以感受得非常深刻啊。那这个作曲家就是这个莱哈尔，是这样子，他原先对自己啊很没有信心啊，但是受到这个人的鼓励啊，德弗萨克，他在布拉格音乐学院就读，所以德弗萨克给他鼓励啊，所以这个鼓励永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一般人每一个人几乎都不会有什么一开始就很有自信啊，多给他鼓励啊，肯定会是有不一样的良能发挥出来。好，提到这个结婚啊，婚姻啊，有时候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怀孕生小朋友的一个问题啊。三十几岁的一个女生啊，怀孕了几年了、啊，生不出小朋友，那么不孕症，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待会跟大家报告啊。因为它长的位置的关系啊，所以造成了这个不孕症。所以不孕症我们都会想到，就是女生是不是有一些荷尔蒙的问题啦、啊，譬如排卵的问题啦、啊、等等的这些考量。其实子宫也是另外一个要考量的因素。当然，不孕症男生也要负责的，也有所以目前都是做这样的一个检查以后来确定，那这个女生会有问题的点就是在子宫这个地方啊，因为子宫这个地方如果她发生问题这个哈利遇上沙利就有点困难了，精子遇上卵子就有点困难，这个理由在哪里？就是这个子宫肌瘤长的一个位置啊，跟我们一般的子宫肌瘤讲起来，它的位置啊约略比较偏向下方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就会影响到，如果它长在比较上面这地方，又靠近黏膜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啊，靠近黏膜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它就会惊喜的量就会比较多。靠近肌肉层这个地方没什么症状，但是靠近底下这个地方的时候，不孕症有可能会产生出来，所以这个妇产科的医师啊，这个事实上这个子宫肌瘤也蛮大，6公分大小啊，然后把它给它剥离出来，所以子宫是完全不影响的一个状况之下，腹腔镜的手术把这个拿起来，要把它拿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有用这样的一个螺旋的一个东西啊，去把这个，因为它那个质地啊，很纤维的、很硬的一个东西啊，把它拿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啊？你看了也会吓一跳，这是葡萄酒我们要开瓶用的那个钻软木塞的，竟然用到医疗去啊，所以把这个拿掉以后，后来这个病人就顺利怀孕了，所以这个问题真的人间有各种不同的问题。感谢收看。